错了，门票80半价，然后老人和学生是免票的，只要是学生都是免费的，老人应该是老年证。搞琴音阁，琴音阁，只走了一半左右。明天早上，再去金顶，它那个是套票，套餐的套票，然后价格是80半价。半价的话还是可以，主要48小时之内都可以。明天还要过来再继续找。坐那个缆车的话是40块钱人民币，好像儿童的话是30吧。我现在相机还46%，看一下啊，现在天气预报。34，但是这个魔镜天气是显示的29。他那个旺季门票160，端午节应该是没人嘛。还高铁，说到金顶，说到蜿蜒，说到
2.3公里到了。
Thank you.
是怨的父啊，连他名也叫水库吗？
头区，猪蹄，一线天，一线天1.8公里，2.3公里，一线天1.8公里，明天还要来是吧？
起码都是。今天饭不好吃。Yeah.